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。所以恁要去招办遍世代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福音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囡仔，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早是遵守。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过。下面咱三个来读这礼拜经句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，咱先来读第二三来。救主，愿你做我仆者。